本期的看房金石，我是主持人利亚，我是 Cash。今天来到哪里？我们来到 Sierra Madre。哪里？ Sierra Madre。这是哪儿啊？这个城市呢，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可能不是太了解。可是我那么一说呢，你可能就知道了。因为在这个城市，西边就是 Pasadena， 南边和东边就是 Arcadia。哦，所以离华人区很近，对不对？对，这个房子到 Arcadia Mall 也就是不到10分钟。那我觉得它距 Arcadia Mall 的距离，就相比有些 Arcadia 的城市里的房子，距它还要再近一些。哦，那肯定的，是的。对对对，它虽然呢是在华人区的中间夹缝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城市，但它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近洛杉矶的一个遗世独立的伊甸园，因为城市特别的漂亮，我一路开过来，觉得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树林，城市的环境特别的优美。但是你觉得像这样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城市买房子，你觉得靠谱吗？哦，这个城市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房源几乎都没有，因为它城市很小，所以你在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它在卖的。所以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个房子在卖？现在至今为止，现在在市面上卖的房子不到10栋。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栋。是的。哦，那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在这居住的人住在这就不想离开了，因为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卖房子，所以只有10栋的房子在市面上卖。是的，这个房主也是，如果不是他们敲定了说要移民欧洲，他们也不会去卖这个房子，真的是不舍得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处处都是精心打造的。对，这个房子呢是3100平方英尺，然后是4个卧室3个卫生间，包括还有一个另外单独的40平米的 studio， 里面有完整的厕所，有完整的厨房，可以单独出租的这样的一处房产。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具极具墨西哥风情的独立的住宅。它的前屋主呢是一个著名的玻璃工艺大师，所以呢里面有他亲手烧制的琉璃，亲手烧制的彩绘瓷砖，可以说处处都是独一无二、别具匠心，您在别的地儿都找不到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吧。从洛杉矶市中心向东北方向仅仅驱车20多分钟，我们便来到了历史悠久、风景秀丽、保守且包容的半山百年老城 Sierra Madre 塞拉马瑞市。塞拉马瑞市曾经被评为是美国前5最美的城市，西边是帕萨迪纳，东边是 Arcadia， 紧挨着洛杉矶市中心和圣盖博华人区。这栋西班牙风格的住宅所在的城市街道很安静，它是由著名的获奖设计师斯坦·施罗福所设计的，大小3100平方英尺，4个卧室3个卫生间，外加一个设施齐全的 studio。它的外观是典型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红瓦白墙，弧形窗和拱形门的设计复古又有质感，从远处来看它就像是迪士尼动画电影里面的梦幻城堡。推开门看到了室内，我更是被拉丁风情迷住了双眼，砖红色、金棕色、孔雀蓝，极致的色彩热烈奔放，具有视觉冲击性。这一栋墨西哥风情的建筑当中，是不是有特别耳目一新的感觉？那这栋风格迥异的墨西哥建筑呢，实际上是完全突破了华人脑海当中对房屋想象的，不管是材料还有颜色上的一些桎梏，一下子把您拉进了阿拉伯包括墨西哥的那种热情洋溢的风格当中。这个前屋主呢，他是一个著名的玻璃工艺设计师，所以呢整个住宅都透着文化和艺术的气息，而且他的选材上也是一丝不苟，从这个门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屋的前门是选择一个双进门的一个设计哈，它的这个低层门呢是一个铸铁的门，这个是纯铸铁，并且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再来看这个第二个门呢，它是一个实木的门，除了实木之外，它采取一个黄铜的锁，所以呢质地是非常厚重。旁边呢还有一个塔拉维拉的墨西哥的手绘瓷砖。阿拉伯式的拱形门实际上这样的形状并不常见，但是一下子能够把人拉回到迪士尼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世界当中。前屋主是个著名的玻璃工艺艺术家，房内里的硬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设计，纯木的门窗、纯铜的雨水槽、纯手工烧制的红瓦以及琉璃。而现任的屋主更像是一个乐于陶冶情操的欣赏者，
屋内布满了艺术品、古董，有的淘货甚至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四个卧室中，一楼的两个都有独立的出口，直接通向前院的户外，敞亮，增添了生活情趣。因为是艺术家的房子，所以基本上你能够看到的，他能手工制作的都是手工制成的，包括这个房子上面的瓦都是纯手工的西班牙红瓦，然后呢，它有纯手工的铸铁大门，还有纯手工烧制出来的精品琉璃，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啊，它是一楼的书房。这个书房里大家看一下，这个壁炉真的是尽显它的构思和巧思，上面呢是鹅卵石做的壁炉，下面是火山岩，中间的这块瓷砖感觉很漂亮，对吧？这个瓷砖呢刚好就是这个手工烧艺的大师手工制作出来的，上面的这个小人它是一个镀金做出来的，所以呢感觉特别的精巧，而且有种质朴的感觉。另外呢，这个屋子它有一个独立的出口，可以说一开门就直接是大马路了，它是有一种里外打通，很原生态，很亲近自然的一种设计，这也是现在其实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设计风格了。包括把这个门一关，两边的门一打开，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屋单独出租出去的。屋主跟我说，如果这个屋子单独出租的话，大概有2000美金的收入。这厨房餐厅的设计是极为舒适，不愧是大师的手笔。大家不知道吧，这西班牙的设计风格讲究风水，就说这餐厅吧，餐桌是需要放在最美的位置的，因此是摆在了最漂亮的窗户下，放眼望去就是水井喷泉，而水的对面又不能有火的灶台，因此设计师用中岛台将灶台和窗户隔开，既美观又留得住韵事。哪儿的话，那一定是这个餐厅了哈。餐厅呢后面有一个半圆形的拱窗，拱窗的外面就是一个喷泉的水井。其实这个喷泉的水井呢，在当地的文化当中呢是特别重要的，它是红褐色的石材和仿古的陶土砌成的，周围呢还有一圈房主精心打理的花卉围在周边。不论是在墨西哥风格还是在西班牙风格当中，他们都认为院中呢是必须要有绿洲和水井的，所以呢它就变得尤为的珍贵，就像是间伊甸园一样，家里有一个伊甸园哈，有潺潺的流水，有绿荫和鲜花，还有美妙的音乐在院中回荡。不像是别的家里，这个喷泉通常都是不放水的闲置品，在这个家里还真不是。屋主跟我说呢，这个喷泉他们是一年365天，天天必须要开着的，因为它就是院中最美的那个点缀。一转眼到了下午时分，阳光从半圆形的琉璃窗外投射进来，在色彩的衬托之下，光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不同变换，如梦如幻，在一片的众生喧哗当中带来了奇异的宁静与沉稳的享受。整个房子占地9392平方英尺，刚好就是一块特别方方正正的土地，两棵百年古树，分别一棵古橡树在前院，一棵古松树在后院。二楼房间的阳台可以鸟瞰附近的几座城，一到晚上，远处便是万家灯火，半山上的风景美丽极了。穿过客厅，宽敞的庭院映入眼帘，现任的屋主在2015年重新整修了整个庭院，地面砖采取珍贵的火山石，喷泉和四角凉亭遥相呼应，诠释了西班牙式的散懒休闲的生活方式。凉亭边上还种了一大棵的紫藤花树，
春天里紫藤花盛开成一片紫色花海，夏天里紫藤花枝繁叶茂，形成一个天然的绿树林荫的休闲亭。后院有苹果树、新柚树、柿子树、枇杷树、橙子树、无花果树、牛油果树，还有一个多功能的鸡舍和一个有机菜地。屋主说，他每天早上醒来，捡起一筐鸡蛋，再捡一束自己种的有机花插进花瓶里，摘一筐有机的青菜和瓜果，在鸟语花香的后院邀三五好友，享受恬静的田园生光。我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鸡和鸭，还有这么多动物在一个人的家里啊。关键是这个可一点都不味儿。说真的，我是等那个屋主过来的时候跟我说，你看这有鸡，我才说哦，原来这里有个大鸡窝。他跟我说这是完全一个现代化的鸡窝，就是饭房里面一点都味儿。我跟你讲，绝对没有一点夸张，我在这儿只能够闻到木屑的清香味儿。他跟我说，如果你铺满了木屑的话，这个鸡是一点都不味儿的。所以呢，如果担心异味的话，大家就哎可以就放心了哈。另外我这么放眼一数，大概那边还有一个鸡笼哈，大概可能十多只的鸡和鸭，他们现在正处于下蛋期。反正屋主呢是又腌咸鸭蛋又摊鸡蛋饼，天天都不用去超市买了。如果是您喜欢在家里养鸡养鸭的话，这些都是一并送给您的。还有就是他们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小孩子啊家里啊就问说这个鸡和鸭自己养的舍不得吃啊，就说不知道怎么把它杀掉，然后他说这也是一种教会孩子生与死之间是自然轮回规律的一个方法。这房子自带一个设施完全的 studio 可供出租。 Sierra Madre 是一个隐形的富豪区，这个城市的居民呢多是以艺术家、设计师、教授、高级工程师为主。截止到2019年，这个城市只有10000的人口，60%的民众持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这座城市的人们和野生动物也都在和谐相处。就在我们来的路上，还在家门口看到了2只过马路的小鹿。公立私立学校加起来有7所，几步就是一个公园。每年3月是载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的百年紫藤花节。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了。从利亚的角度上来看，它距离华人区和洛杉矶市中心又这么的近，城市又仿佛在一个世外桃源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喧嚣，社区安全，睦邻友好，还有什么可挑的呢？看了一圈之后，我已经被墨西哥人那种热情洋溢的文化已经影响了，现在已经恨不得要载歌载舞起来了。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的话，你可以教我们一句西班牙语吗？西班牙语其实这个城市的名字本身 Sierra Madre 就是一个西班牙语。Sierra Madre Sierra 就是山脉的意思、Madre 呢就是母亲的意思，所以这个城市的名字呢就是山脉之母。 OK 那再教大家一个迎接客人的一个西班牙的 一句话吧，叫 Mi casa es su casa。米卡萨 is 苏卡萨，差不多这个意思。我发音也不标准，这是我的第八语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my house is your house。就欢迎客人的一个说法。是的，是的，就欢迎光临类似。是的。好吧，那我也希望喜欢这栋房子的朋友可以真的让它成为 your house， 可以成为你自己的梦想当中的那个家。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房子的话，就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UIC 刚 cash 的微信，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去加入到 Asian Cash Lee 的微信当中。同时呢 cash 手上有很多精鸟的房源，如果你有喜欢的话也都可以去问他，然后呢去购买。同时呢如果你想卖房也是可以找我们的，探房经纪师呢为你免费拍摄，所有的费用都是由节目组来承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关注，我们下期再见。